知道吗？在非洲，每五分钟就有300秒过去。当你的左脸被打的时候，你的左脸就会痛。谁能够想到，这名16岁的少女，在4年前只有12岁？这班的班主是谁？不知道，是果酱爷爷啊！你连这都不知道，再回家练练吧。可恶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发起飙来可是很可怕的。是学妹吗？上次都是你在考，这次是不是该换我来了？吾乃堂堂智慧女神，考了都让你考。小明的妈妈有3个孩子，老大叫大宝，老二叫二宝，老三叫什么？小宝。嗯，不对不对，有大宝、二宝，所以是三宝。三宝。什么三宝啊？你猜三宝？小明啊？居然是。小明，难道就只有我们被骗吗？哼，智慧女神，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这东西就由我来收下。